三四，啊，这也是流传的歌曲，然后把它改编。他前面以前老人家是唱，一吉尼诺沙哟，日本歌嘛，哈，日本话，所以我们把它改成老人家也把它改成自己的主语。然后这首歌非常的轻快，也献给大家，在这个冷冷的冬天带来更多更多的温暖跟平安，好不好？啊，带来这首一二三四，啊，五四三二一，我是三不一。好，没事。来这首，传统歌谣。对，是我要唱的。芒果老师，什么？一大路沙的路把的火，哎呀火呀。等一下，因为没有投钱哦，那个音响没有响啊。哦，我们再给鼓手掌声鼓励一下，他太提早了哦。好的，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呀。没有，有错误才是现场，因为我们没有假唱。我们没有对嘴，我们没有用卡拉，我们不是五月天，没有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啦，老朋友，我们是人家是真的唱了，我们是七月天，七月半的啦，好啦，好，再来这一首一二三四，刷一下刷一下，一大路沙的路把的火，哎呀火呀，火呀火呀呀火呀，火呀好啊呀，火呀。全场尖叫声。
Thank you。哈哈，有没有很快乐的感觉？有没有很幸福的感觉？所以我们都是唱真正的，后面用卡拉 OK 的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《Yokoshi Yoshi》，那就这首歌，哎，怎么样？尖叫的是会唱吗？可以。哪里？你给我上来，你给我上来，你给我上来，你给我清唱，过来。好了，好，这首歌也就是男女青年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会唱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主要的大意是，女孩子的裙摆就像那个花园里面的蝴蝶一样哦，男孩子的力量，哇，就像山上的那根树藤一样，那种粗壮一样。然后这首歌是最主要是男生跟女孩子他们在见面、聊天，然后喝茶，没有喝酒哦，喝茶这样才会唱的一首歌。那希望把这样的夏天的一首歌呢，可以在冬天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、感受到夏天的阳光，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这一首《Yokoshi Yoshi》，庆丰收。Yokoshi Yoshi no katamura, Yokoshi Yoshi。